表定是换你嘛，对不对？另外只是把茉莉花跟花托金们两个调换而已。我常常会这样子，当就是把情绪带起来的时候，让大家把它炒冷这样子。前一阵子我去做场子，后面是林声响，要林声响在我们南部也是南霸天，可是偏偏我们这团很贱，只要是林声响的，或是谢宇威啊那些客家大佬，我们都会用那个枕头跟他拼这样的，所以把他拉个踢下掉，然后拉练起来。所以，好，我不讲话，大概立美，来。